开始。哎呀，哦，这什么？呀，你们看到东西了吧？你看到什么？啊，看到了我。哇哇哇！就是这个地方。哇！哎，Hello， 谁是谁啊？没有名字啊？谁是大大哥那个？我在楼梯里面的。你在楼梯里面，哇，你很丑啊！你就是那个大大哥那个。我是另外一边的。我大大哥啦。没有，你看你是你。大还是讲我身体大？你们看到是那个胡子哦，长得很丑哎。哎，你就知道我有留胡子了。白痴哦，因为我有眼镜啊，看得到吗？手还。你是哪一个老杨？老杨是那个。前面那个。Hello。那个黑色头发的，黑色头发，不是黑色头发，啊，是女生。我在松盛旁边啊，吴旭老旁边那个是我啊。对啊，你是女生啊。对啊，你是黑色头发女生。啊，我是女生啊。你很丑啊，妈的！哎，你是来扮鬼吓我们的吗？啊妈的，你讲道理，自己不是这样子啊。老吴还是白白鱼啊？是女生啊？那是老吴。啊，这是老吴啊。谢哥。来。那白白鱼在面迷失过吗？白白鱼在这里啊。我是男的吗？对呀，你是男的，你干脆跟老吴换电脑哦。我应该是最帅那个吧？啊，真的是。Oh my god！ 帅啦，最帅先走啊！对呀，你先走啊，你先走啊！最大只的先走吧。哎，最丑的先走，最丑的先走，快点！哎，巨大先来，巨大先进，巨大先进。哎，要钥匙哎，这样看哇，还有死啊！我们是来驱鬼的吗？很像那个，不知道，没有，我这样子哦，我们是来驱你的。哎，为什么我走前面的？你最大，你不是讲你自己最大的北七哦？我最大就走前面好。走最大个头而已啦，你想什么？白痴啊，又走回来这里了。来，看看看。哎，来香港啊，香港啊，过来韩国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旅行团这样子啊。今天我带你们来到的是这栋，1987年被荒废的一个教堂啊，教堂啊，听说我们来看草啊，听说这里有死过很多人了，可是没关系，他死的不是导游，所以呢，今天呢没有。你还绕一圈了吧？是啊。有路的吗？哎，导游，你是带我们来看草还是看教堂啊？哎。哎，这不是绕一圈的。对呀，啊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继续我们的 pacify， 继续。找真的吗？换了吗？找一条路啊。哦，换了吗？你换吗？啊，换。哎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光头是谁？光头是谁？这是我啊。这个在输了的。我。哇，你换光头了。然后这个戴帽子的呢？戴帽子是老吴吧？我在跳了不？跳是谁？你哦，你哦。哇，你打，你是戴帽子。打蛇环的哦你。所以老杨是女子。他嘴巴，他嘴巴有打洞啊。老杨是一样。哇，是哦，打洞洞。我是谁？我是这个。我是谁？哦，这还是一样啊，老杨。一样人呢？丑啊，老杨。哎，白白鱼变成女生了，我们吧。OK， 来。哎，松生你很丑哎。还是一样，光头。松生也是女的吧？戴帽子的哦。光头的女生。是你的吗？你是光头女生啊。你是光头女生啊？对啊。我是来辟邪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尼姑啊。那你第一个走吧。辟你吧，辟邪！你看你眼睛哦，往上看的哦。OK，来，我们找个法，怎么进去？找钥匙，找钥匙。哎，我觉得在草里面吧，应该是。我们看一下草里面有没有哦。我们分队。分队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啊，哇，快，你在哪里找的？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哇，哪里 ？Key， 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你要爬进去啊？哎，说不定这窗户给开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可以开，真的有啊？应该是可以开，感觉。找一个。狂点哦，点。狂撞可以吗？狂撞。我可以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如果你开了那个窗，你还需要钥匙吗？可以啊，好像蛮有道理的。突破难点了，难点了。哎，我找到地下通道了，这边。哪里？哦，左边啊，左边，这边，你看一下，地下通道。哇！哦！哇！
哎，头发最少的进去再对啊，尼姑先头先进啊，光头先进，可能你也是光头啊，不要当帽子。来了，我掉，我掉。Oh wow! Check this out of the house. Oh, looks like there's an entrance into the basement. 你讲废话吗？他妈的，等我们进来才说，活该！妈的，我们都已经进要来了。哦，这个有宝宝，这个有宝宝。Oh my god！ 有宝宝？哎，这有一封信，有一封信，谁要读？你们要拿宝宝吗？读信啊！真的有宝宝哦！1889年，我尝试了救他，可是我失败了。我读不到哦，有啊。哎，把这个什么可瑞琴啊，只怕女儿永远就是。但我爸这个女孩是永远失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有木材，这木材可以拿，可以拿嘞。你们都捡了吗？啊，捡了。来，我捡了。这木材来干嘛的？来敲你。不知道，来打人。哎，你拿了宝宝谁？啊？老杨。哇哇！哇，老杨拿了宝宝。哎，老杨断麦吗？老杨。他爸爸都没听下，不是吗？老杨又听不到老杨声音了。老杨断麦呀，老杨，他是给宝宝上身的，他也拿了那个女孩子哦，他直接断麦，哎呦，怎么走的？哇，宝宝断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躲在哪里啊？跑到楼上，关门了。哎，听到我讲话没？哎，哇，我刚刚被宝宝上身了，我来了，被宝宝上身了，在哪里哦？那个宝宝，哎，扑街啊！跑去楼上了，这里的，刚才走过来这里有，好像没有路了，我们要走去了。是要走进去吗？那个是马桶的，妈妈的。什么事？跑了，我的宝宝，哇，很坏哟，在这边拿它起来了，飞起来哟。这边还有一只宝宝啊。哎，我把它抓起来了。哎，美女，把它抓起来。这边有个声音啊。来，是时候了，看宝宝打架了。OK， 放下来，来放下来，来放下来，打哪个？到底哪个是你的？是你的。哎，老吴，滑鼠滚轮呐，快点放下来打架。OK， 回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耶！哇！哎，我那只……哎，你们看哦，老吴那只宝宝是有颜色，我那只是白色的，还有软绵绵的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只有三个？我拿了！哦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我拿这个。哦，这死了！哎，很不乖哦，这宝宝。这边讲要烧掉有标记的玩偶，哎，这边。看看。我们无法轻易的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的妻子杀死了，怎么样？那边不的烧掉所有。什么事？有怪怪声音。什么没事啊？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我们他妈好像有声音，在哪里啊？那个摩托声的，就在我耳边而已。哇，哎，摩托车，摩托车，吓死人！哎，这里有五个钥匙要找哎。是哦，五组哎，他说。地下室，大厅、卧室、地下室，所以阁楼的大门。所以我们要讲烧掉这个娃娃。哦，我们拿去焚炉那边是吗？哦，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开门一下。哎，没有哎，我只有大厅钥匙。是在刚刚那个窗那边。我没有，我刚刚拿到一个大厅钥匙哦，不懂是不是这个？怎么生的？这是人的生啊，有没有妖怪生来的？走了，我们下回去地下室先吧。我们去烧吧。然后呢？做主了一只娃娃，还活着。哦，给他娃娃就可以了。给，兄弟，你干嘛？大走开！不是女儿吧？白痴啊！笑大声一点呐！白痴啊！然后呢？你要把它丢下来。它好像摩托这样啊，会开引擎的。还有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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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消失了。它在那边吗？是吗？不见了，好恐怖！哇，过来了！来，又有声音了。还有娃娃，
我不要拿娃娃给你们拿，我不要拿了。不行，我要把这里烧掉。我刚刚没有拿，他也是咬啊。这样说我们要找全部娃娃了，去烧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阁楼钥匙啊！哇，很多钥匙哎，其实。那是五把钥匙。这边是娃娃笑声。是哦。哇，对哦。我们要拿去烧，哪里烧呢？就那刚刚那个坟楼那边啦。我又听到。走走走，继续。走走。有吗？来来，下面来。哎，你们。这边弯过来，你们这里这里这里，你们不行，反过来，我被抓走了，我被抓了，我被抓了，哟，好恶心啊！走，老吴快点去杀了，救我救我！哎，我是个洋娃娃，我的妈！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大佬，拜拜！喂，注意点这里吧，我还是被抓了，为什么你变小了？好可爱啊！啊！不知道，他在我后面。救命啊！他们去了哪里哦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娃娃，怎么办？这么久我们在这里啊，你们哪里？他是他是，你看他很小个。哎，他上来了。救命！他上来了。走啊！走。哇，老爷。老爷，为什么你这里鸡鸡这么小？你们没那么高，好小个啊！为什么那么小的？他怎么？哎，为什么走这么奇怪？对啊，十二号要掰脚了吗？他是撞鞋了是吗？他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罢了。下去烧娃娃吧，下去烧娃娃。没有，走啊，下去烧哦。哎，你帮我拿起来哦，喂，我现在走得很慢哦。哦，又上来了，又上来了。哎，我帮你顶着他。怎么扫啊？怎么扫？我努力了，我帮你顶住他了，你看。不行，是不是 carry 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在想哦，我们可以在自己拖延他时间哦。然后问题是怎么办？我们要去哪里？那个娃娃呢？哎，松生哦，我劝你先在这里。怎么放下来呀？来，这里有几个箱，解决一下。啊 ？OK。魔术中间。中间。啊。放了没？哎，我想问一下我。我现在有多少只啊？走啊！被抓了！抓我了！我现在多少只啊？为什么你好像巨人样子？然后呢？你就跟娃娃一样啊！然后呢？你又变小了，老吴你也变小了。我跳的比老吴也变小了。你要讲一个？我不想讲话。你要讲一个？我跟自己讲。哎，老吴你在哪里啊？哎，我们的底水比较高啊。你们在哪里呀？你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在最高哦。我们在楼顶哦，阁楼。老吴你去哪里了？阁楼。走，我们下去啊。老吴你去哪里？咦，找阁楼啊？怎么上去？哎，这边还有一只娃娃。我手上一只啊。两个阁楼吗？我手上，哎，这里有东西，有，哎，有火柴。哪里？我拿了，然后呢？哦。找个人。然后就放上去烧吧，是吧？不懂哎。这也看。这感觉是像。看不到。嗯，因为我可以跳很高的，我感觉变娃娃比较好玩哦。快点下去好不？哎 ，Hello， 老吴，我看到你了，老吴，你很小只，看可不可以烧？你在哪里啊？哎，老杨在哪里？我前面那个是谁呀？啊？喂 ，Hello， 是我啊，是我。没有，找不到。这里。哪里有跟着你啊？跟着我这边，不是你不是跟着他，你跟着我。是谁呀？小小哥那个在哪里？我来了。啊！你在哪里啊？又来了。哪里？你们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哪里呀？对，坟墓就在这里。哦，看到了。啊！不能啊，没有个暗东西。哎，把我放进去试一下哦，看一下能不能骑我。不能。好像不能哦。没关系，我去问一下妈妈。问一下妈妈，妈妈在哪里哦？妈妈在楼上吧。我妈妈很恐怖哦。又来了。上回去。我们应该要找到那个坟，我们要找坟墓的钥匙。坟墓的钥匙。对，找到以后才能哦。我帮你们看一下路哦。哎，妈妈在这边呢，小心一点啦，在一楼啊。哎，啊，声音很近哦。哎，这个是哪里？好啊，这里是，这里是。哎，我找到了，这边还有个什么？这边还有个锁匙。我找到火柴盒了。锁匙啊！找到什么锁匙？我听到声音哎。我拿到我是钥匙。来！哦耶！上去！终于找到了！救我们！妈耶！吓死我！浴室，开！
前面啊，有一个小时，哎，西大西大西大，有个小时有个小时，可以拿走他吧？拿了拿了，我已经拿了我们不够大只拿他，我太小只了我。然后拿了钥匙啊？这边有个钥匙。什么钥匙啊？阁楼钥匙。去走走走去阁楼。阁楼是哪里呀？阁楼是顶楼啊。哎，我相信如果我们四个都变小，就是。是啊，不会怕啊！喂，阁楼啊，这里啊，我们在哪里？阁楼啊，我们在大门这里啊。是大门。哎，可是妈妈飞来飞去，我小心啊！你后面呢？在你后面。那是鸡吧？是鸡吧？啊，你跑错边了！啊，我去了哪里？我要卡住了！啊！哎呀！惨了！快跑！没有你没有变，你那只。我在哪里？宝宝给他了。哦，你宝宝给他，他就变善良啊！哦，是啦，就是好像一个护身符啊。他要宝宝，如果你没有给他宝宝，他就把你变宝宝。哎，老杨呢？老杨又断麦了吗？老杨，你不要断麦了，给钱。他这里电了，老杨。那我上去啦。你在哪里哟？来来，上面等你们。这边。OK。哪里有门？这边这边有个门，这边有个门。OK， 开。开呀。Yes。哇！一百个。好多只哦！快点拿！我发达了，我们啊，拿了我就会丢掉好的哦。其实我们是要拿好的还是坏的？我不知道，还要把好的跟坏的配在一起是吗？好像一个人拿好，一个拿坏，看看好了。这个声音好吵哦。我们都不会烧啊。这里没东西耶。钥匙呗。地下室钥匙。哦，地下室。Jesus， 快！哎呦，他又来了，随便啦，我都可以。哇！走错路。好的，我有宝宝。哎，他看到宝宝了，走啊。我给他宝宝了。走了，快点走了。不是，我有宝宝就可以给他。你们先找看哪里可以下。我拿到一个宝宝了。这里？哪里下去啊？这个我以为是老吴来的。他一个跑过的宝宝。哦，下了。哦，这个才是粉炉啊。哦，这里啊，哦，快点丢进去。能丢啊？丢宝宝进去。这里啊，这个开着的。啊、哦，可以。啊，找到了你们。哦，起火了。哦、老吴呢？我哈哈，我在北方，飘向北方。你们要下来吗？来，我们要烧娃娃了。OK。哦，这里。啊、哦，来，快点啊，这只娃娃快点跳进去啊。烧老吴。啊 okay 哎，你去了哪里啊？我才被烧完了。哈？啊？啊！我就放过了。还放木材吧？哎，烧了。烧了。哇！什么声音？八号，一只死啊！八。哦，我们还要烧几只？哦，所以我们全部白色的吧？白色的是给他的吧？然后跑来跑去的要烧。嗯，这白色是拿来给他的。是啊。那我拿了一个白色，我就不能拿一个灰色啦。对啊，我就拿白色的。你找到白色的吗？这我跟着你去拿吧。老吴什么都不用做。我们爽了，其实。那我来帮你们找看哪里还有白色的吧。这我不是全程拿着白色的宝宝吗？不拿这肉色的宝宝。白色不是要烧呗？拿这好的宝宝。哎，怎样去了？第三道。刚刚那边，我还以为你要去哪里了。哎，怎么去了？是，还有谁要死？你也迷路了吗？地下室在哪里啊？老吴呢？是，还有来在这边，下是的，来这里。OK。这边。老吴又跑去哪里？你们在地下室吗？这里，来，这里，你们后面。哪里、啊？这里。你太小个了。来，这里有一个门要开，哪里去了啊？这里。啊 ，OK。这什么？哦，是打通啊！这个的声音吗？打通不了，好靠近啊！我很靠近啊！下来啊！我不烧，我有宝宝。是吧？去烧宝宝吧！我们有火柴了，还有火柴啊？然后旁边有一个，这里有一只娃娃。那个炉旁边有一个。我有火柴，木材，还有木材吗？我有木材哦，怎么放啊？底层很多，安居可以了。放了。OK， 你们已经开了哇，还剩七个，还这么多个啊！老杨回来吧，老杨，没有我回不来啊！你在哪里啊？
加入不到吗？加入不到，怎么办？你们先玩咯，你们先坚持平衡咯。有，他又拿我包包了。Oh no！ 他拿掉我包包了。谁要过来？那我他过来。快移了，哎，你们，我迷路了。后面，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。我吓死我！钟胜，你后面，这里。绕过他就可以去了。哦，他还在抽筋啊！他还在抽筋。走啊走啊！我帮你推他。他卡住我了。没有没有，宝宝了宝宝。哎。What the fuck！ 被抓了。哪里 ？Oh no！ 我推他了，我就被吓了。他哪是宝宝了？踩谁还不踩？哎。给他宝宝了是吗？为什么我没有事的？你给他了是吗？白色的。我的手上没有了。没有了就给他了哦，没有了，我就给他了哦。哦，是哦，他是那个，我还是被跑过去按他就。终身先烧。哦，烧了。他又来了。No！ 我不要再被吓了。跑跑跑跑跑跑！哇，好快啊，终身了。他越来越快了是吧？不是，你把娃娃奶烧完就变了。接下来八百一了。这里有钥匙，我的钥匙啊掉下来了。你们在哪里啊？你们地下室，不会是要靠我一个人玩玩吧？如果你眼里都变了，就死了哦。钥匙拿不了娃娃。在这里啊？他在哪里啊？忘记了，怎么过去？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啊，前面就是这个了，就是这个了，我的钥匙。拿两只吧，问题是。拿到。啊，上面下来，上面下来，上面下来。Oh no！ 我不去。所有人输给黑暗，所有人都变那个小玩偶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输了。Oh my god！ 好好笑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哎，原来我的样子是这样子的。哇！所以他就是烧完全部都是就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一可以这样烧闪又闪啊！在做什么？我们两个跳